大家好，我拽哥。今天是放假最后一天了啊，1月3号。本身想着带着儿子闺女一起去吃当地一个拉面啊，我们两个以前吃过一次，觉得挺好吃的啊，朋友伙伴也说也不错。然后呢，我闺女特别爱吃拉面，是吧？儿子一般，但是呢，儿子这脚啊崴了，踢这个跆拳道给打伤了。其实就红了一点点，这媳妇大事就走道还一瘸一拐那劲儿。最主要她不爱吃拉面是吧？自己煮那什么的方便面。我说让她姐姐给她煮，让她妈给她煮，不用我自己来，你们煮的不好吃。穷客特别多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啊两口子带着闺女，今天尝了当地的叫王黑麦拉面啊。闺女，你不爱吃拉面吗？你不是没吃过吗？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吃啊。不是，对，怀柔的朋友们。你们觉得哪儿拉面好吃？对，你们可以推荐一下。有的时候特别想找一个就特别好吃的拉面，有的时候甭管是偷天喝点酒啊，对了，或者什么的，是吧？想弄碗拉面吃。对，就是我们上次去那顺义那家那是吧？牛山那家那拉面也挺好吃的，其实是吧？还有那个北京市各个区的，还有全国的，你们都说你们拉面哪儿好吃，多少钱，在哪儿，叫什么名儿，是吧？我感觉我最早的时候就你带我在啊市里。马兰拉面，马兰拉面好像当时18块钱一碗，好像是。对对对，市区里边有那马兰拉面，吃的我老心疼了。但是印象中、啊、老心疼了，现在好多年没吃过了，也不知道啥味儿了，忘了。但是印象中就特别好吃。对，说说你们的啊，拉面叫什么名最好吃啊、最主要多少钱、先跟我们看看去啊，王黑麦拉面，走。妈呀，这车还不好停呢啊、到地儿了。兰州王黑麦拉面啊，就算尝尝去啊。哎，这不是车位是吧？我得找一车位去。转了两圈啊，这个马路两边啊可以停车，然后对面呢有一个汽修厂，这儿可以购物，然后停车，免费的啊。他这还叫五九，什么叫五九餐厅？五九餐厅就是清真的意思。对，清真呀。走走走，到地儿了。应该是清真餐厅。小碗是12吗？普通的12，加肉的20。哦，加肉吗？闺女，我可不吃。那不加肉，来三碗，三小碗啊。别的还要吗？别的，我要一鸡蛋，你要吗？我要。你要吗？两个鸡蛋。健康码扫一下。咱这是清真的是吧？对。哦，开多少年了？20多年。哇塞。三个小碗，开20多年了都。三个小碗，两个鸡蛋是吧？好，多少钱？小碗三个。一共多少钱？40。好嘞。你来吧。来，这么赶紧，我来点这个免费的咸蛋丝儿。来点咸菜。我可以吃一大蒜吗？不好吧？不好吧？快点，有大蒜。盛两个鸡蛋，走。行。面，这面是我的吗？三碗。三个小碗。啊，是我自己端还是你们给端？啊，您给我端是吧？好嘞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好。啊，他这都给端过来，不用自己去端。好多那种面馆都是自己去端的。这个媳妇儿每次吃拉面都嫌它咸啊，他家的应该不咸。我吃什么拉面，我吃都得搁点那个汤、面汤。嗯，闺女，你尝尝好吃吗？闺女是最爱吃拉面的。吃了拉面啊。好嘞，谢谢。没事。面汤成了。成了，哎，你搁点吧，没事没事，糟蹋不了。香菜还是比较多的，但它里边没有萝卜片是吧？对。也没有那什么。葱蒜那个。哎，没有葱蒜。蒜苗。蒜苗没有蒜苗，但是尝尝味儿啊。已经开始吃上了啊！要点辣椒吗？必须要，多来点，多来点。可多了。再多来点，没事，来一勺。来一勺。那没事。今天我不敢。哎，真挺棒，大家看看。给醋。来点醋，对，来点醋。哎。这要不吃点。好嘞。有点不好。不吃不吃不吃。一边儿，你跟朋友说话什么的，伙伴啥的，都臭着。不想吃。不过也真挺好吃的。你可别逼我啊！啊，真想吃。吃面不吃蒜，香味。真想吃。不好吧？
请原谅我，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。原不原谅，反正我得吃。我是特别爱吃蒜，但是啊，说心里话，只要一个是吧，穿上正装了，出去工作或者出去，你说你有齁味儿是吧，招人讨厌。来一口吧。哎呦，嗯，这蒜还比较不错，比较嫩啊。尝尝他们家的面啊，已经开了20多年了，在当地，我觉得一个面馆或者一个餐饮行业，开10年以上的。哎，就不错是吧？20年以上都得算老字号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闺女好吃吗？好吃。比之前去其他家呢？更好吃。更好吃吧？真不错。嗯。嗯，配上蒜，我跟你说更香了。更香了。首先它这汤啊，不黑不黏啊，而且面条也筋道，挺好。适中是吧？就我觉得它面条挺筋道。对，尤其是有些地方这个面条啊，它糟，对，就没法吃，是吧？黏汤糟烂，一泡胀大了，那种面条没法吃。但是你拉完以后啊，有人还爱吃那种粗的，或者久一点是吧？嗯嗯，还有咸菜，来点咸菜丝儿。他口比我口重。他那没加汤，然后他还能吃咸菜丝儿，我都加了一碗汤。来他们家一定来点这咸菜丝儿，不咸，特别白啊。你们就可以叫淡啊，北京话就是白。是所有的地儿都说白？没人说。他们城，我说他们城里边说白吗？那我不知道。你们老北京说白吗？嗯。一口面，一口饭，不错。这个面里边啊，辣椒也是一个，是吧？关键点。对。然后它这些小料，这些，什么葱蒜呀、蒜苗啊、香菜啊，是吧？萝卜片儿，也是一关键点。萝卜片和蒜苗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香菜很多。嗯，就是一家一个味儿，我觉得，是吧？挺好吃的，打个分啊！给你打个分，99，哇，好高啊！在我心里边，我闺女心里边很高。我打90。我也打90，是吧？嗯，我闺女看来比较符合她的口味。我说心里话啊，虽然特别好吃，但是，它没有就别人家那种，就是说，假如说柴市的特点是吧？不一样，就是说，就是他们家这个面是，就我说的意思啊，就是中规中矩啊，也挑不出毛病来，但是也不会说让你说顶级了，是吧？很惊艳也没有。对，就是吃的觉得不错，每天早上来一碗挺好。看目前的怀柔应该还，就算好吃的了，是吧？嗯，就算不错的了。好，我们吃面了。嗯，你欢迎你们来怀柔玩的时候可以去顺便尝，知道吗？嚼了一口。对。我这还没吃完呢，我这第二个了。好，拜拜了，我们吃面了啊，12一碗，真不贵，嗯，很难的。好，拜拜。